耶很优质。耶！你们还在里面搞基啊？啊，我已经放弃逃脱那边了，我已经不想逃出升天了。我把你们弄得很像一个那个爱情小套房哎、欸，干嘛？爱的魔力转圈圈，靠腰。啊，哎、欸，我很想出啊，来断了。了。咦嘿，呀，呆呀！我知道，微博，你讲个笑话啊。我拉伸完，快点，那个、啊、我的麦快啊，我来上网找笑话。你怎么要你讲笑话？你竟然要用找的？不是对啊，你不是很会讲笑话吗？你不是很会讲那个铁达尼号的笑话吗？你是忘了你讲铁达尼号的笑话啊？这个要灵感啊！这如果突然的话，我先看一下。来，凯洛，你是忘了你的那个吗？没有，账号密码我都记得，可是他刚跟我说我登不进去，他说游戏崩溃。我这张床只剩半张、啊。游戏崩溃。对啊，重开机。也是，重开好几次都一样。重开机不是重开游戏。好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Let's go 我。我刚刚才抓哎、欸。哦，才抓。对啊，因为之前太久没有玩，然后刚好又换电脑，所以还没有抓。嗯。等一下都。最透明的好像是浅灰哈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太扯了吧！我已经 combo 成这样子了，竟然我一个人都没有杀到哎、欸，嗯，合理吗？这是最透明的吗？我忘记最透明的玻璃是哪一个颜色了，要等1.14了，它的玻璃更透明，好像最透明就是，对啊。就是这个了。嗯，随机很难杀到人啊。那我们用 KO 好了。里面有人在跑操场。啊！啊！微波往后一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按错了。微波往后。不、啊、小心按错，靠！讨厌。哎、欸，我问哥哦，他会不会安装的资料假如是中文的话，他没办法把新的资料放进去啊？有可能。嗯，好吧。可能。游戏声比人的声音还大。好，我去设定一下。通常这边只有40，完成完美。哎呦，好久啊！什么时候要开始啊？嗯。哎、欸、，Lucy 回我了吗？他，哎、欸，他、啊，靠，我来。我在问 Lucy。我喜欢美博的易大师笑话，印象最深是雷兹。哎、欸，嗯，小粉丝啊！哎，靠！雷兹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兹、欸。这是什么啦？Let's go，Let'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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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哇塞 ！Yeah。我想听塔里克、嗯。啊，你是听塔里克？对啊。是塔里克。你好。有没有救？然后呢？没救了。你好，你来看我的 Tetris 完成这样子。你在盖珊瑚吗？就是我嘴唇很白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应该去涂个口红？啊，吃个辣酱，吃个辣酱，嘴巴就会是红的了。我找到一个笑话，好，哦、你讲。在逗我。有一天，有个妹妹叫婆婆，她走丢了、嗯，然后她就去找警察。我解开了、欸，哎，我好猛啊！然后那个妹妹看到警察就说：“警察背背。”然后警察就把她背起来。啊、哦、天！那我要讲那个早餐店的笑话。你早餐店的笑话，现在小朋友没有共鸣了啦。凯洛，也许凯洛有啊。好，我听。好，你知道早餐店的笑话的定义吗？就是那些，你说杯子上那种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懂。超难笑的那一种。嗯。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超好笑的。哦。他说，谁杀了牛奶？绿豆。答案是有备而来。
为什么？就他赢错啊！他赢错啦！错答案！烂呢！天啊！我觉得超好笑的。哪一家早餐店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超好笑啊！我靠！看吧，你也笑了。有声音吗？有有。哦不！我没有在跟你讲话。天哪！哇，可惜。我又是第二名的。那好了，我们赶快开始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天啊！都可以玩到第二名。有人说他客诉早餐店。哦、我们是要选什么版本啊？一点十一。一点十一。一点十一。所以你是开错版吗？对。我还没开、欸。你还记得 Minecraft 在干嘛？不记得，真的是不记得。1.11 啊！好，我们可以开始来想这次的题目主题要什么了。等一下、啊，好快，等我一下哦。去移到右下角或右下角或右上角，为什么左下角不好吗？哦，对，要怕会挡住那个聊天的吼，不是聊天，那个文字频道镜头上好了，右上好。我的头发好乱。我上次看到的杯盖笑话是问一大堆东西，就答案是处女座，今天运势。等我关掉 Tree。主题是什么？来让大家讲一讲，就想要这次盖什么主题？给陆地上啊。看这个时间，已经差不多可以开始新三色了吧？哎呦，有点事。哎呦，哎呦，什么？你们兴奋什么？小朋友八点就该睡。耶！打玻璃。哈？哎、欸，真的跟知道家。到底在干嘛？是哦。而且你要在里面做一点，我觉得看起来会开心的事情，我才会放你出来。What？ 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来吧。这是什么大报社吗？蔡大，你看他在干嘛？哦，你好变态！现在东西捡不回来了，赶快吸哦，它捡不回来哦。快吸啦，妹！球会捡不回来啊？嗯。快吸！丢出去大概10到20秒之后，掉落就吸不起来了。没，快吸！要用 Q 的，用丢的不会。真的啦！吸什么？把你丢出去的东西吸回来。我靠，我麦快当掉了。好嘞，笨呢、欸？吸回来了。把你自己的蛋白质吸回来。再讲。好可爱哦！电竞 play， 为什么有人叫我卤肝呐、啊？太过分了，你才卤。然后我是选多人游戏。我在看我在里面，你的演示是什么画面？打入那个 IP。我看到了。凯洛，你的 Minecraft 是官网仔的吗？等一下哦，对，我是官网仔的。没有，它就有点钝而已啦，可以。哦，啊 ，ID 在哪？我贴了 SK。嗯，可以。那丢到天空上的会怎么样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到太空了。好久不见的 Lucy 的，到太空去了吧？那、欸、他们现在这新版的啊，新版的建筑会显示谁盖的？所以要赶快去踩啊！看看啊，东西都变亮。哎、欸，有了。我不是长这样吗？踩这里 ，join game， 为什么一不见了？就是 game 的一不见。哎、欸，版本要在哪边改啊？你们有印象吗？你到那个一开始画面那边，它有个那个上面横条有四个那个选项，有个设定还是什么忘记了。我觉得这次我们真的要盖字数啊！好啊，字数可以。凯洛，上面四样有一个设定啊，对不起，启动选项，启动选项几个字？五个字？七个？哎，先简单的好了。然后你选新增，哎，不要七个好了，让他们这些、哦、七个，先3月22号3+2+2。好，七个。七个字。七个字，这很难哎、欸。啊，七个字要吗？七个字是最好最好那个了。是哦，因为念起来很顺。造句吗？对啊，最好造句。哎、欸，
突然想到我要出什么了，七个字。七个字是什么都可以吗？对，可以是歌词啊，可以是，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盖得出来啊。所以自己编的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就随便。靠25度，想把我冷死啊！我这边还在流。是我的封面只有那个三个选项而已、啊。你有没有新增？新增在哪里啊？那个，我再开一次。你现在在设定那边了吗？对，我在选项嘛，选项就是设定嘛。启动选项吗？对啊。好，你那边、嗯、下面有一个新增没有吗？没有新增哎、欸。有吧？看一下，一个绿色的加。你看 Skype， 我贴 Skype 给你看。绿色圈圈一个加。绿色圈圈，哇靠，还真的没有。这样会有画面吗？这样会有画面吗？七个字。看看哦。一开始就要七个字哦，这么凶哦。没事，没错，不是设定，是启动选项。你有吗？七个字有主启动选项，是随便七个。启动选项，七个字限制就是不要太抽象而已。像他们在游戏的界面，七个字。啊？好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重开。嗯。好，有。下七个字要盖。启动选项，然后新增，然后选1.11。嗯。哦耶。耶。嗨 ，Lucy， 好久不见。嗨，刚刚还没打招呼。嗨 ，Lucy， 好久不见。嗨，嗨 ，Lucy， 好久不见。嗨，嗨 ，Lucy， 你刚刚踩错格了，你变观察者了。那怎么办？你要回来，你要先离开这个，你要先按到，你要先踩这里，离开旁观者模式，然后再踩到 join game。你不会又按到输入法了吧？你又按到输入法了吗？为什么离开？真的欸、我想说，我离开会不会出来？怎么还是在？所以我现在是要按哪一個？你要先想好题目才可以出来。离开以后去那个join game，然后踩这边。你想好题目了吗？我想一下。哇塞，怎么有一个啾啾啊？哇，你也看得出来？哇，你也看得出来？哇，你也看得出来？阿美啊，那是阿美。哎，他是不是换好版本以后，他会变成一个 JR 档，然后你要把它放到资料夹里吗？哎，不要，不用哎、欸，你真的是官网载的吗？对，我是官网载的、啊。Minecraft， 你好了之后就回到那个啊，然后回到新闻，回到首页嘛。新闻。啊，是。哦，回到新闻，然后你看一下下面版本是不是1.11了？还是哦，可以自己调，我看到了。对，好，然后再打开开始游戏就可以了。耶，感谢。这世界。七个字有点难，七个字有点难吗？不会，我刚刚随便就想到一个。七个字有点难。对，会是描叙述句吗？还是要是一个名词？都可以，就是要盖得出来。我想到了，好，那我也想到了。我想到了，是怎样？是要色色的东西哦，还是不用？不用。好 ，OK。什么是紫色的繁星？紫色的不是啊，有人直接从隔壁复制过来的、啊。好聪明哦！我把它变成……我不太会拉这个哎、欸，完了没了。不是，我问一下，他下载伺服器速度很久是正常的吗？你第一次的话，算正常。哦、我是第一次，哎呦，好害羞，好吧。第一次都会比较久。那你顺便想题目吧。哦，什么东西第一次来了吗？他更新太快。跑出去！你不要这么不受控，好吧？我怎么？你不要这么不受控，好吧？他说你是受控。怎么办？我。他说你不是受控，你怎么跑出去了 ？Lucy 不受控，这边会影响设定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这边那就好。Lucy 不受控制，把他关在里面。没有，我操作，我还在手进手机操作。梅博跑出来了，大家可以回家。为什么梅博跑出来了？因为。
为什么？就像我就像打开牢笼的那种小屁孩，敲破了一块玻璃。大家可以回家啦！哎哎哎哎，你怎么想跟我干的一样？靠位靠位啊！啊！所以如果我敲的是这一块，他也是出不来。对。对。那所以，我其实可以敲破几块，让他就上下啊，一个闪电状啊，波浪。不要敲他头上的就好。可以这样。养动物戳、哎、戳洞吗？快补回来！其实横向的，哎，横向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像一整排，他就会觉得哎，有窗户的感觉。所以凯洛现在他卡更新，他在装伺服器。哦哦，等得我都老了。对，你自己出的。哎、欸，后退。不然这样我要破 IG。后退。好了。摇头。摇头嘞。后退。你再打一次那个指令啊 ，TP 把他踢走啊。在逼我。这很难拍 ，IG 的限动，然后完整，哦，这样才是完美的上下上下，好艺术哦，好有艺术感啊！打完了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赢了，这样子，我。你们现在在帮他们，就是制造一些熏香的感觉吗？对，就是他们现在有点迷情、催情的效果。哇！催情。来一点催情药水吧。有粉红色的吗？养媒婆需要预留空气孔。有啊。呱呱的声音特别大声，因为我讲话特大声，抱歉。呵，观众说的。哎呦，这个可以射进去。我现在很怕我讲话就是不清楚，我就会就是讲的特别大声。有人喝隐形药水哦。我丢。那你好。我射些的话，在台中有浮现机耶。对啊，浮现机。也是很厉害的。我进去。但是那没有什么特别。是这些的。没有，也有 TGP。好像不见了。有人隐形了，你要小心哦。我的操！不要把我放出来就好。然后13286再赶去医院，硬要讲他也有那个、啊。心情药水。99。我在找发光药水。99。发光剑士啊。嗯，骨质凝。骨质。我最红是。还好啊，就是。哎，我电脑是不是不行啊？我电脑好多药水，只是龙之吐息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要那个就是做这个自流药水用的，射出去地上跟这种的效果。嗯，哇、嗯哦，好酷啊、哦！哎、欸，他们不见了。我准备好了。哎、欸，他的爬树有时候是往上升，有时候往下掉、欸。哎，我觉得不见了。也怕说上上下下喝牛奶。对啊，你要帮我看吗？他现在几趴了？我的声音很小声，15而已。到底是有多小声？哇靠，太扯了！爬树上上下下，让看能怎么办？哎，还是有观众知道的吗？我知道了。你们都切成哪一个输入法？我都一直卡住。就。Ctrl 加空白之后再点个 Shift， 这样应该就可以动了。不然我把我的复制给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哦我好像有吗？有成功吗？快好了。有，他被关注了，锁住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要把它锁住。然后再按一次就会解开吗？你现在是要把它改成中文吗？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打一打就出得来？没有，因为我常常变成这个模式。嗯，就 Ctrl 加空白就是啦。原来如此啊！
没有那个东西很不安全不保险，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安全吗？那种东西可以做得出来吗？哎、可以啊，对啊，刚重新把那按掉再进来就有了。Nice 哦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终于，哎，上次说要怎么全部一起消？打开你的包包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我按出来。棒。那怎么清楚所有人的状态？但是有一群人，有一群隐形人的时候怎么办？我好像有打过这个指令。小老鼠 A。哎，现在会自己上楼梯哦。没有。你怎么又换 skin 了？终于进来了。现在会自己上楼梯嘞。一格的话，用跑的可以上楼梯。凯若，你是僵尸哦。你这是露西。僵尸，你全家都僵吗？而且我还动不了。我好像抓到是谁在丢隐形药水了。就那个啊，别致啊，有人在空中盖那个奇怪的东西耶。哇，你怎么？呱呱，我怎么了？不是呱呱丢的啦，对不起，是龟龟啦。哦，是龟龟啊。哎，呱，你看露西在那边盖那个奇怪的东西耶。露西在哪？墙壁啊。露西。嗯。露西，你怎么这样啊？然后你。而且还有一群人隐形的，好来吧 ，Go！ 我教你，好 ，Go！ 这是哪里？我是谁？按这边 ，Join me，Join game， 来这里，来这个框框里，哇，大家都隐形，真的？七个字哦，七个字，开始，有限时间的哦，好，哒哒。我有点忘了怎么打，按右键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要左键哦。对，不要用，不要左键哦。打掉猪会重来哦。哎、欸，怎么用？怎么用？我不会玩。哎、欸，把那个命名牌放在写真上面。哦，谢谢。然后再取名字就可以了。嗯。我都忘记了。然后放在。哎、欸，对，小猪按右键。啊，我没办法先知道我后面是谁。这个题目怎么样？还是要改？我好想要我后面的人懂这个、哦。按右，不好意思，我遇到一个困问题。我按左键把他打死。重来。打死要重来啊！真的要重来了。好像要重开，对不对？嗯。对不起，因为我的按键又卡住了。按键卡住，先按 Alt 加 Shift 可以把你的。哎呦，你太雷了 ，Lucy。不是，那现在我要怎么办？我要离开吗？还是什么？是他要重开。那我怎么离开？哦，整个关掉游戏啊？不是，不是，也是先等他重开。哦，好。就是 Lucy。我觉得这设计很不友善。我也觉得。我也觉得那个应该做，你们怎么敢说？应该要把它无敌那只猪。对啊，为什么不把它无敌呢？锁血量。那你为什么要把它打死呢？开了，我的按键又卡住哈。呀，太嘎！一言难尽。亚美罗佛利达。欧耶。我过来。哎呦，艾斯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又等一下，唱歌啊！那就是 back。哎呦，陈太郎。然后够了、哦欸。好，你要设定什么？你设定时间啊？已经按完了。好了，好了。今天催人家入坑。好了。够够。够够。那、啊、你为什么不按？你都走出去了。好，我要。太干。嗯。好，再一次，再把那只猪杀死一次。好像后面也有猪，小心哦。要对它按左右键。按左键会变出一个无数，大家会消失不见。OK， 然后就可以了嘛，就等大家都完成就可以了。对。就看右边有变成一的都是好的。这个、哦，有人他自变了。我又突然忘记我的题目是什么。
啊，我看观众都出这个，我就配合一下观众好了。来，我们出这个。你的猪龟龟，为什么？哦哟，龟龟你在干嘛啦？而且又不讲话，他一定又在跟女生讲话，一定是。我也要，我来换戏跟女生讲，你先弄你的秘密。我猜一下，他应该是切画面去接通话。不好笑了，观众已经觉得你在找麻烦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断了？龟龟把猪杀了。